上集说到，88年出生的小璐嫁给富二代，又是丈夫疑似出轨，又是婆婆转走她的数十万存款，现在才1岁多的孩子也霸占着不让她看，这让小璐苦不堪言。并且小璐万万没想到，她觉得丈夫犯了太过严重的错误，谁知婆婆居然帮着儿子数落她的不是，这让小璐失望至极，只能借助其他平台来挽回自己的婚姻。所以就是那个今年10月份的辰光，我去就是人民法院，我提起起诉了嘛，离婚起诉。所以我目的是想提起起诉搿桩事体，㑚爷娘晓得伐？伊拉勿清爽。侬一家头去做的搿桩事体。对对对。葛末侬起诉，侬刚刚讲侬目的是啥？毕竟结了婚了，夫妻两个人应该有自家的生活，更何况是现在有小人了。所以阿拉老公搿辰光是答应了。伊就讲我会得搬回来住，所以辣盖调解好第二天以后，伊确实是回来了。过了几天，我就发觉伊回来的辰光就经常在深更半夜，10点钟、11点钟。我就发觉就好哎，我应该有得好的态度，侬不应该跑回来一句闲话也不响，甚至于不会问我侬吃饭了吧，或者哪能，种关心的闲话侪没个。有趟子我就是讲，我也问伊，我讲现在就讲搿种情况，侬准备啥辰光拿宝宝抱回来？伊就讲，伊就态度老强硬的、伊讲就是小人辣盖阿拉娘的，侬要看小人闲话，侬自家抱到阿拉娘屋里向去看，抱回来是勿可能的、啊。我讲搿是啥道理？小人肯定要是帮妈妈蹲辣到的，对伐？我作为个妈妈，我心头肉我也勿舍得，就是讲我看勿到。就毕竟还是蛮难过的嘛，所以伊就搿只态度还是老强硬。自从我搿趟子寻了伊谈以后，伊就再没回来过。当时吵起来了吗？没吵，没吵。侬阿婆还得去看小人去过啊？我小人去看过的呀，就是。小人可以伐？小人是蛮好的、啊，因为哪能讲法子，我是做一休一的嘛。阿拉婆家晓得我是礼拜 2、礼拜 4在休息的，我就发觉我看小人搿条路还蛮艰难的，伊拉就是会得寻各种各样的理由、各种各样的借口，拿小人跑到外头去。我就每趟子侪是上门要想去看小人的辰光，总归侪是铁匠就把门搿种情况，就屋里向侪没人的。我现在多少辰光没看到小人了？2个多礼拜了。小璐的孩子现在才16个月，怎么离得开母亲呢？小璐已经长达2个星期没看到孩子，真的是心急火燎啊。同时不但孩子见不着，他自己的60多万存款居然也不翼而飞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辣盖今年5月份的辰光，因为阿拉同学老师有得结婚了嘛，葛末要送礼金老师，我就是跑到银行里向去，我想查看我账户高头的钞票，我想拿眼出来做做礼金咯啥嘛。辣盖我查账查下来以后，就是拉下来份明细，银行的职员帮我讲啊，伊讲侬搿张卡里向一分钿也没了，并且被注销脱了。所以我拉出来明细就是讲，把看叫。就讲全部侪是转账转到阿拉婆婆的账户里向去了。所以为了搿桩事体，我上2个礼拜我就是去寻阿拉婆婆了。我讲，㑚屋里向是勿是需要用钞票？侬帮我讲一声或者哪能，我也勿会勿拨侬的嘛。阿拉婆婆就拿我推到房门外头去了，就勿让我进去。所以从今以后，就我小人也看勿到了嘛。搿是侬自家的卡，侬名下的卡，对啊，哪能会得被人家转脱呢？密码勿辣侬搭？密码因为阿拉老公也晓得的，所以张卡的闲话，我之前是告拨阿拉婆理财的，就讲结了婚以后，我勿是办了一张卡吗？葛末阿拉婆婆一趟子就帮我讲，侬拿侬张卡拨我，我帮侬理财，所以我就拿一张卡拨伊了。搿是侬啥卡？工资卡还是啥卡？勿是工资卡。只不过是，自家一张就存款。搿个来源是侬老早，比方讲㑚爷娘搿搭个钞票，还是公婆搿搭个钞票？里向有的，一部分是结婚辰光阿拉爷娘拨我个钞票，还有部分是我自家存款。一道几钿？
一共69万不到。你这一放你也没了。小鹿孩子也见不着，钱也没了，丈夫又不回来了。小鹿整天独守这套精心装修的大房子，心里空落落的，这可如何是好呢？为了帮助她，我们也陪她去了一次婆婆的家。谁知才刚到小区门口，我们一行人就被拦住了。我叫物业帮我开一下吧。叫物业啊？对。家里没人？没有人。那你没找到，那我不能让你进来了。我以前一直进来的，为什么现在不能让我进来？我这里住户呀。对啊，那连钥匙都没有，那你也回不了家呀。那我可以在会所等啊，我可以在会所等啊。打个电话给管家，不能让你进来。你可以啊，你帮我打个电话给管家吧，我八号楼的管家。你自己没有？那有。我没记啊。小鹿的婆家位于本市北部的一个高档住宅小区内，保安制度相当严格，我们连小区大门都进不了。只能在门口苦等管家的到来。20分钟后，管家终于赶来了，并在了解了我们的来意之后，往小鹿婆婆家里打电话，但是家里根本没有人。于是管家提出带我们去居委会，向了解情况的居委干部进行一番沟通。据当事人他们自己的跟我们诉说呢，就是说他们之间就是有家庭之间的小矛盾，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小的事情嘛。那之前那个女孩子呢也跟我们来讨论过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也找过她的婆婆及她的先生，然后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因为小孩子这个事情，孩子是带家的，毕竟他是小朋友的妈妈，对吧？你也不能说单方面的阻止他的探视啊，或者是抚养啊各方面的。因为我们是跟他婆婆是沟通的，跟他先生也这样沟通的。至于警察局去了家以来，还是没有调解成功。阿拉希望你一定能帮忙协调个桩事体，然后阿拉居委会部嘛，会得积极跟进。看来居委会也出面协调过此事，但婆家似乎只是敷衍了事，而我们找不到小鹿的丈夫和婆婆，也很难为他们解决问题。而此时，小鹿猜测，很有可能丈夫和婆婆带着孩子去了外婆家。于是，我们抱着一丝希望赶到了丈夫的外婆家。那么这次，我们能否见到小鹿的丈夫和婆婆呢？阿婆，阿拉电视台啊。我开开门。宠物家呢？宠物家啊，我问问哪囡恩来不啦？啊？那个吴阿姨来不？我做啥来了呢？哦，阿婆弄好了。哎。阿婆，新老院就。哎。啊？新老院就八姨个得。八姨个得。那个，孙媳妇。孙媳妇。啊，不是孙媳妇，外孙媳妇。咦，侬做啥来？侬拿么子拨我？咦，我搿么子也偷去的。偷去了，偷去了，摸过手头了是吧？嘎吱啊！当我们敲开小鹿丈夫的外婆家门时，八旬的外婆虽然开了门，却堵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并且声称之所以会闹到现在这个地步，全是因为小鹿私自拿走属于男方的金银财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广告很短，马上回来。上火，更多人喝加多宝。中国每卖10罐凉茶，7罐加多宝，配方正宗，当然更多人喝。怕上火，喝加多宝。这是轮胎星球。啊，小林，手里怎么了？梦见轮胎停不住。别担心，我们有普利斯通。这下我就放心了。地球的轮胎，普利斯通，普利斯通轮胎。皇上，下了戏，我爱烧菜，也爱多利黄金三亿葵花油，保留黄金三亿，关爱心脑眼。我这么贤惠，多利帮我征婚吧。我们每天该吃多少糖？哪些水果的含糖量最高？这大
多吃糖会得糖尿病吗？冰糖炖雪梨到底能不能治感冒？9月11日晚8点，越来越开心，和你说说糖的秘密。王琦生前留下的一段话，促成了老金如今的婚姻，是真是假？你老婆等我讲过一句话，一讲这个女人什么是不好的，老婆一个女家，那个老张后来当短裤在你房间里面是吧？Hi, I'm Roger Federer. I really enjoyed the Shanghai Rolex Masters. The stadium is one of the best. The atmosphere is great. And the fans a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Thank you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I will see you in October at the Shanghai Rolex Masters. Simply the best. Shanghai Zhang.以前我家贝贝没精神，毛很粗糙，从为家时改为宝路后，它变得毛发柔亮，活泼好动。新宝路狗粮让爱犬6周内拥有5大健康活力表现。这是干嘛？补平瓷釉，让它光滑洁白。哦，你的牙釉也不平滑，牙渍藏在那儿不容易刷白。全新中华瓷感白，微米级美白因子，牙齿表面更感光滑洁白，绽放瓷感白。中华瓷感白。牙齿受不了，来益达小包装，可爱呀、啊、大叔。哎，是师傅。那要看你能教我什么。益达关爱牙齿，吃完喝完嚼益达。看不着孩子上门讨说法，却遭遇重重阻挠。没找到，那我不能让你进来。我以前一直进来的，为什么现在不能让我进来？我出差了，弄那门子不管，也莫怪门子大口气的。现场连线，把阿姨不断追问，婆婆终于说出心里话：弄满意了就好了，有弄个觉悟就可以了。88年女孩嫁给富二代，真的幸福吗？下集正在播出。刚才说到，我们几经辗转，终于来到了小鹿丈夫的外婆家。而八旬的外婆开门后，一看到外孙媳妇，就愤怒地指责小鹿偷了自己的东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求小鹿马上对此做出解释。外婆之前刚刚说的呢，才是当初阿拉外婆带到阿拉娘家去，讲是结婚的聘礼。我辣搿搭里做啥呢？你来屋里没干？没来干，我小人看不着呀，现在。小人看不着，叫你为啥不弄干呢？我不晓得哪样。呀，不晓得我啊！你哪能对我来讲不晓得呢？他们是了啦。你自家讲讲看，几何生意啊？几何落位啊？啊？我啥道理要做男人要分手要离婚？那么啥道理？哎，啥人阿公阿婆不好，男人不好？对吧？我是请那个月嫂不好，我呢上有天下有地个嘞，不好做这个嘞，对不起啊。可以问，可以问问梅个呀。哎，对不起，我等我来，我都问啥嘞？哎呦，阿婆更加啊。哎，我都老问老问嘞。好，不讲，不讲了。哎。阿婆，侬反正帮咱囡儿做做工作，因为小人嘛，毕竟是娘的，对吧？小人是娘的。阿婆做工作，我对阿拉囡儿做会得做工作的。伊么事奶奶，伊马上小囡儿要得。好。哎。那么该是哪个做不拿回来？哎。小人不希望伊拉不好，对吧？哎，那个希望伊拉不好，那要靠伊个呀。啊，对。不靠伊拉能力噻啦。靠大家。对不啦？靠一家子没用，靠大家想要用。都问来，好，侬当心点，侬当心点。哎。外婆突然表示身体不适，头晕目眩。老外婆毕竟上了岁数，我们也不忍过多追问。很遗憾，辗转两处都没能找到小鹿的丈夫和婆婆。而回到场上后，我们决定现场连线小鹿的婆婆。那么她为何会转走儿媳的69万存款呢？又是为了什么不让小鹿看孩子呢？喂，小吴啊。哎。哎，侬好呀，我八姨啊。嗯。侬好呀，侬还蛮辛苦哦。啊。那太伟大的了，上电视去了啦。哎呦，不要。伊嘛，因为想他那儿子好，刚刚我他那儿。
我他那儿子也带好了。有好就不会搿能做了呀。伊啥物事？有好就不会搿能做了。啥物事做啊他？没好再带过小人。小人们哪跑了海呀？不，哎，阿拉跑了海。叫伊带小人又勿带个，小人没用过，放寒冰个。哪用不着用，我也晓得，哪不在乎搿点钞票。哎，伊和㑚儿子的矛盾主要辣辣啥地方？真的，现在侪是眼朋友在怀疑伊是骗婚了，是骗婚骗钞票的。我帮了你比较好。伊骗婚？伊哪能骗婚？侬举出啥例子来骗婚？那伊就是为了钞票帮了你结婚。婆婆居然指控儿媳是看中他们家的钱才结婚的，她有什么证据这么说呢？小人刚刚吃奶了，哎，没几个号头就搿能介强调，搿勿是骗钞票，哪能强调？哦，就讲小人辣辣吃奶了，伊到法院去起诉了，是伐？嗯。那么侬听我讲，伊现在蛮后悔个，当时去法院起诉呢，只想调解。侬不知道伊，哎，网络上头哪能讲啊？对，根本勿拿小人个安全当上事体。对。屋里呀，车啊，啥么子啊，小人照片啊，统统会得拍上去。你真的到小人之有啥个地步啊？对。你都搿能介娘啊？搿么叫娘啊？哎，搿么侬要听我？人家旁边人都看勿下去，哪能会得拿小人照片摆辣互联网上头？哎，儿子咯，啥个咯，在讲。哦，哎，做娘你都搿能做啊？搿么拿儿子也勿到位。我侬讲，哎，大爷，我搿个老清爽个。哎。我个人呢是比较正气的，就讲是侬一个叫啥，那小人有点啥事体，互相猜疑也好，阿拉儿子也讲伊啥么子，伊也讲伊啥么子，侪讲了对吧？啊，我去我讲，我个人没当面看到，我认为，我侪不相信的。我讲，我从来不讲伊拉个。但是要牵扯到小人了，小人没安全感，小对小人不好。我绝对我就是上趟之前讲过呀，伊拿了。40多万么子，啥子就是啥人的侪有的。嗯。伊全部拿了包，外加后头伊答应拿来的，到现在没拿来。是我的名牌包包，还有我妈的东西，他全部拿走了。所以吴女士是不是因为这个你才把他账上的那个钱转走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不，什么是他的钱啊？我的钱。是你给他的钱在他账上，对不对？什么叫我给他的钱？嗯。我为什么要给他钱啊？嗯。那为什么他的是他名下的卡上的钱被转走吗？那原来是我卡上的，现在还到我卡上，不是很正常吗？哦，就从你的卡去过他的卡，然后又回来了，是这个意思吗？这本来就是我的。好，吴女士，我们知道了啊。暂时借给他的。啊，暂时借给他的。可以考虑那个。婆婆声称，从儿媳卡里转走的钱本就是她的，这究竟是不是真的呢？我们马上向小鹿求证。像有的，一部分是结婚的辰光，阿拉爷娘拨我的钞票，还有部分是我自家的存款，只有大概五十万吧，是阿拉婆婆搿辰光讲打到阿拉账户高头，一人50万，一共100万是拨宝宝以后的生活费，就是养育费啊什么的。有50万是公婆拨侬的？对啊。还有呢？还有就是侪是阿拉自家的钞票，就阿拉娘家的钞票。小鹿认为，她账户里的这些钱，除了结婚时候家人的赠与，另有50万是婆婆给宝宝的成长基金。可是婆婆根本听不进这些，一口咬定那50万是借给儿媳的。她借的钱嘛，就应该还给我了呀，很正常的呀。好，她没借条。好，现在让我讲好吧。伊今朝来寻我，伊不晓得哪能办，伊也不晓得自家错了啥地方。那么今朝我就听伊谈了。谈了以后，我就发觉伊有交关问题，所以刚刚呢，我和㑚儿子也沟通了，对吧？㑚儿子也有问题，伊也有问题，伊辣辣策略啦各方面是有问题啊。谈侬阿婆也好，谈小人也好，谈老公也好，两家头实际上侪属于侪没长大，侪没断奶。葛末我讲，侬两家头要好，侬必须要对吧？自家要改变角色，要改变搿种交流的方式。要改变搿种讲闲话的搿种口气，葛末侬听我讲，侬做阿婆也勿容易。葛末我想啥呢？大家退一步，海阔天空。好，吴女士，这样，其实你儿子倒是也是蛮好的人，他们两个之间倒是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和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跟你讲的，理解你的，有可能和好的。那我们理解你的情绪，我们理解你的情绪。侬满意了勿好了，是侬满意了勿好了。
哎呦，我家是开头我答应伊拉离婚，老早离开了两个人。好好好，有个句话，哎，今朝个句话讲了对。好，有，好好好好，有侬个句话就可以了，好啊。伯伯最后也透露出一直不希望小夫妻俩离婚，就是儿媳妇的一系列做法，又是起诉离婚，又是拿走家中财物，让他越来越气，事情也就越闹越僵。而对于这家人的现状，我们的小张律师又有怎样的看法呢？关于小人抚养权的搿只问题，我希望侬立了陪抚养人，也就是小人有利益，从伊的利益出发去考虑搿只问题，而勿要老纠结了搿只抚养权的问题。不要立了争夺抚养权的搿只立场高头去考虑搿只问题。第二点，关于搿50万，那婆婆当初打到侬账户里搿50万是一只宝宝教育基金，对伐？是拨㑚儿子的，实际高头搿笔钞票虽然是一只赠与行为，赠与像搿种动产的赠与，从伊发生实际交付起，伊实际高头就产生法律效力了，就是讲拨侬50万是勿可以收回的。但是呢，有一点，伊搿是附条件的，就是讲是一种特殊用途的只赠与。是拨㑚小人用的，所以搿钞票并勿是拨侬的，侬只不过作为㑚小人的法定代理人，因为伊还未成年，起到了一只代管的作用，摆辣侬账户里向。当然，伊擅自转走搿只行为显然是不妥当的，但是搿50万确确实实勿是属于侬个人所有的。当然，另外的16万钱，㑚爷娘包括侬自家的存款，伊是勿应当转走的，搿也应当是予以返还的。要是侬辣盖搿两只问题高头能够打开侬的心结，想通了之后，我希望侬重新考虑一下㑚的夫妻关系，重新考虑一下㑚的婚姻。张律师认为，婆婆转走的这笔钱的确不属于小璐一个人所有，并且劝说小璐不该草率选择离婚。随后，法阿姨又针对事态的发展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见解，究竟是什么呢？广告很短，马上回来。在遥远的丹麦城堡，小主人正挑选曲奇，他有高要求，丹麦制造是他的喜爱，还要丹麦皇室御用的。他要什么？你当然知道，丹麦蓝罐曲奇。笑容亮白，散发迷人魅力，黑人超白牙膏，超过5000万 HCS 亮白因子，将牙渍一一清除，亮白笑容触动全城。黑人超白牙膏，笑容正能量。杨兰姐，哎，都准备好了。好，牙龈出血了。试试新高露洁360卓效护龈，它能减少牙龈线周围的细菌、牙龈出血和红肿，3周起效。看，没血吧？新高露洁360卓效护龈，爱科学，动植物。上海有200多家科普场馆等你来探索。500家全球采购商携单设展，近1000家优质供应商参会洽谈。跨国采购高峰论坛群英汇聚，15万平米跨国采购中心基地启用在即，为中国公司走向世界牵线搭桥，为全球企业进入中国提供平台，无限商机尽在12届中国上海国际跨国采购大会。我们每天该吃多少糖？哪些水果的含糖量最高？多吃糖会得糖尿病吗？冰糖炖雪梨到底能不能治感冒？9月11日晚8点，越来越开心，和你说说糖的秘密。油斑、衣领发黄、水果渍怎么办？蓝月亮姐走进非常会生活，帮你轻松解决。干衣玉涂去油斑，色渍浸泡去色渍，体验神奇去污魔力。看老公老婆和婆婆妈妈们如何挑战洗衣难题，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收看9月15日晚10点30分新闻综合频道非常会生活。本节目由蓝月亮手洗专用洗衣液冠名播出。爱科学，都知道。上海有200多家科普场馆等你来探索。一见中暑，一包怎么够？大暑买一送一。使劲儿啊！你吵什么呢？这叫木鱼。饿户，快来条士力架吧，一饿就手软。怎么样？走你。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选洗发水的理由，一个不够，我给你5个。全新巴黎欧莱雅多效修复系列微胶原精华，解决5大受损，秀发重现强韧柔亮。5大受损，一个对策。巴黎欧莱雅多效修复系列。
欢迎继续回来收看《新老娘舅》。如果您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助的话，也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我们的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而签署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今朝搿个小陆上来了，实际上像伊搿种婚姻绑着的问题，辣辣阿拉现在八零后当中老普遍的最大的问题，相互不谦让，相互欺凌。这个媳妇走到这一步，实际上伊一段路走下来，才是要采取种种措施想挽和这个婚姻，但是他错了。我晓得呀，伊网浪向发个种，那讲啥艾特也好，对吧？去寻这个到法院去起诉也好，寻这个居委会来调解，包括今朝来寻阿拉也好，实际上伊目的是想和，但是。侬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侬实际上是把那屋里向、那老公，包括那婆家，越推越远，对吧？侬和老公有意见，侬和老公伊辣外头喏，尽管侬讲怀疑咯，对吧？伊留宿留这个女同志留了屋里，后头伊自家讲伊也蛮好的，对吧？搿桩事体也好，老公勿上班也好，搿是侬和老公两家头的事体。侬现在不谈两家头事体，谈小人的事体。一谈小人的事体，他跟曾经是整个家族侪要对付你了。伊拉心想了老多啊！哎，上现在啥道理不拨侬看小人？上把小人拿一包头，你晓得吧？所以夫妻两家头辣辣婚姻出现危机的辰光，小人事体不要提，就谈两家头的事体。那么儿子不工作，这个是伊拉的责女当。对吧？作为伊拉来讲，也老想有侬搿样子个心话来带带搿儿子，对吧？葛末实际上伊拉是支持侬，包括伊打500,000拨侬，对吧？已经拨侬当伊拉屋里向人了，侬没被当一家人，侬把阿婆对立开，侬是最大的错误。侬应当团结阿婆，对吧？侬现在老公侬还没拉过来，现在再拨个小人差出来，搿屋里向肯定会得想哎。法院去起诉了，搿小姑娘靠勿牢。中国人的风俗就是谈对簿公堂，是看得比较重。法院是到最后一个手段了。所以侬讲当时侬去离婚，只不过想调解，侬走错脱。阿拉勿是讲反对大家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家的合法权益，讲那个是大可不必上法院。一上法院，他们家神经才紧张了。侬连得法院也去了嘛？屋里向开始特侬要绑了，开始有戒备了，开始要坚壁清野了。实际上你适得其反，所以阿拉应当反思反思自家交关做法。那么我特阿婆讲两句小话啊，侬也体谅这个媳妇，对吧？这个伊将近半年快了，儿子又不辣伊身边，对吧？伊真是活受寡，大家侪是女人，那侬晓得伊个日脚哪能苦？作为阿婆的，还要体谅体谅伊拉，原谅这个媳妇一种过激的做法。阿罗，我和小松讲讲了，对吧？侬还是个儿子的角色，侬哪能做个丈夫，哪能做个爷？凭良心啊，搿个角色侬还没转过来，对吧？侬也晓得哪个老婆是爱侬的，是正式是吃死侬，爱死侬，对吧？所以我想呢，关键哪两家头要和好，对吧？今后呢，两家的交流方式、沟通的方式，要稍许要注意点，好吧？相互尊重。白阿姨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希望小璐能够改变策略，先别提孩子的事儿，尽可能修复与丈夫的关系，相信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小璐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调解结束后也向我们表了态。我也承认就是自家是有性格方面是比较强势的，葛末接下来我希望阿拉阿婆屋里向一方也能够说话算话，然后以同等的态度来大家一起解决这个事。王琦生前留下的一段话促成了老金如今的婚姻，是真是假？呀，你老婆同我讲过一句话，伊讲迭个女人能够到蛮难得的。小妻子的生活作风是否真的不正派？那个老张过来当短裤背心在你房间里面是吧？你跟我说你看到什么了？
明晚继续收看老公为何要和比自己小22岁的富婆离婚。